嗨，跟大家请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屏东车城的海口港游客服务中心。前面呢，这边就是他们的落山风的艺术季，到3月1号，哦，就是可能每年的1、2、3月这段时间。那我现在站的地点呢，就是刚刚所说的海口港的游客服务中心，它的顶楼，哦，就是观景台。哇，这边是一个海口港，然后哎，刚刚忘记提，就是这边就是沙滩。这边沙滩是可以玩水的。好，那前面那一条呢，就是台26线哈，一直往右开就是往垦丁了。好，那前面这一栋呢，这一栋就是垦丁的床，对，最新的哦。那里面有700平的儿童游戏室，还有三温暖，还有甩尾车，还有健身房，很好玩。小朋友在这边，像我们现在下午1点，小朋友在这边。就是没看到人影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游戏室里面不出来，而且他们入住前后，就是入住那2天都可以整天让你玩儿童游戏室，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开边整个360度。是海参对，往前这条路一直开的部分呢，就是往海生馆的方向。哇，现在好热哦，大家很多人都是穿短袖短裤。真的，听说台北很冷，可是在这边大家都是玩水的，短袖短裤，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这时候来啊，其实有人说这是赚到了，因为有时候暑假来肯定非常非常的贵，但是现在一样可以短袖短裤、沙滩鞋、拖鞋下去海边玩，可是价位呢，可能就是5、6折、6折左右，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时间哦，冬天也有冬天的玩法，肯定天气是非常好的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